们首先先请本会的财政郑达明乡贤乡长，柔佛潮州八义会馆会长陈泰昌博士 PIS 乡长，第一副会长萧敬才乡长，工委会主席郑延龙乡长，以及总务李复兴乡长。令黄西琼，他捐助了30000级的教育基金。然后再请第二位是拿督司礼黄氏高级拿督陈金福太平局生，他捐献10000级。那第三位呢，我们将恭请谢松青上议员，他同样的也是捐助了10000级。那在我们台上的就是我们黄氏高级拿督陈金福太平局生。拿到留步好吗？我们等一下再来一个大合照。那台上的呢是我们的谢松青上议员。我们接下来有请拿督司礼郭泽义，他捐献15000级。那同样的，我们也请洪文兴律师市议员，他捐助了5000级。那现在上来我们台上的就是陈楚翘夫人，令黄细琼，她捐献了30000级的教育基金，我们给她一个热烈的掌声。50000级，谢谢你。接下来我们请洪文兴律师市议员，这是达斗司令郭泽义的代表。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洪文兴律师市议员。接下来的是蔡中勋，捐助5000令吉，再加上贺宝一幅。那我们有请他的代表陈坤福。那当然，我们也请我们的刘光发，他捐助了一对对联。
那在现在在场上在台上呢，就是那一副墨宝。请他们来副大合照。好的，我们谢谢各位贵宾，谢谢你们捐献。紧接着呢，我们是要颁发特别助学金。我们请财政、邮部，还有工委会主席。Thank you.